啊，下面那个没有用到哦，六钢包啊，为什么每局都可以玩得这么刺激啊？来，靠，连点城市，快点快点，告诉我们什么叫手动连点城市哦。看到没有，一颗都没有漏掉，我跟你讲，一颗都没有，78钢包，23800。不能让他光谷居啊，不是三鼠吗？叫三鼠啊，我们用个光谷居试试看，拿光谷西啊，光谷居，我研究一下啊、哦，谁有收住的卡牌，发挥最大的效益 ，OK， 因为各位示范是光谷居，不是光谷西啊，咖啡，好吧，应该大家比较想看光谷居，因为八分王。跟你讲，我都不用打，大家一定觉得是我过的，就是这一颗啦，看到没有？善用手中的龙科，发挥最大的 GG， 他 GG 不是我 GG， 看到这颗龙科有没有觉得，好像，没错，就是他了，15724，有第二关可以撑，这一关不能撑，第四关就会死了，1590啊，可以第五四关可以撑 ，OK 啦 ，OK 啦，比较危险是第八关了，我看起来是第八关了，而且哦，看好我的老虎哦 ，CD 十二哎，干，所以还是不要乱玩哈，我们认真一点点点点点点，右下角是没消到的。看起来是真的，光谷西威力好强哦！啊，你好喂，为什么那么强啊？光谷西我是讨伐这次有玩的、啊，我一般很少玩，因为自从有了八分王之后我就把它遗忘了。干不了囧的哈，看起来就是一副舒服要过关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舒服要过关哈。我血量有19000为什么那么多？靠北好多、哦，这是老虎的杰作吗？哦，对，我刚刚算血量的时候不含那个哈、哦，舒服。嘿，哦，应该溜鬼哈、哦。哦，血量会加成的，血量会加成的。啊，很少玩，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提醒哦。越攻越强哟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你锤五下都没关系，因为我 CD 太长了，我决定让你锤了，好不好？下手不要太重哦。哦，光哦，喂。下一关是什么？真的哎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让他叠住一下、哦，两血量，还4000多，应该可以撑。OK 了 ，OK 了，应该是不会被我锤死吧？4000多，再来是9000多 ，OK 了 ，OK 了，继续除技哦。因为我 CD 太长了，所以我变得不得不，啊，刚想大了，啊好，没追过啊，送走了，马进，1.2加成，对啊，我有看到，为什么的画面掉在这里？出来。摸亏了，我长有压力，有压力，有些时候是人是需要有压力才会成长哦。对啊，我画面有什么屌度？因为我很少玩啊，真的，我只有这次那个讨伐有去摸一下这样。哦，
好像我们有54200万观众啊。对对对，请各位稍微，然后我要确认一下画面是正常的，因为我自己看的画面是屌住的。解析度把它调的不是那么好的话，好像就 OK 了。我把它调低一点点，调这个中的就好了。中，好，我是中的、哦。GD6 应该是可以开一波啦齁，给200多万欸，这样是不是啊，太抬举他了，200多万应该是啊，应该是一下就带走啦，是不是？哦，别转了，第五关哈，关归了，关归。我今天已经跳起来，跳起来就妥妥了。我建议各位是做这个哈，做这个就直接把它带走吧，不要做了，做什么？刚刚，刚刚，本来是想要跟各位讲做强化猪啦。算了，下一关没有，下一关这个有点危险。封锁技能哦，队员都锁了哦。这时候不是啊，不是消了就全中哦。如果你没有消全部的属性，基本上它是不会有全属性的伤害哦。所以自己抓一下，水火木光兰都要消到哦。看到没有，水火木光兰吗？应该不会在这边开机吧？应该是不会啦，哦。糟糕，我在转什么猪啊？哇靠，这个有点乱了。哦，阿尼阿维，啊外星猪，外星猪，外星猪。是哦，六加四十哦，十哦，十哦。小五掉一哦。哦，十加六，十六哈。哦，灌过去了，舒服，舒服。哦，灌回去，赞赞赞，赞赞赞。强化盾哦，这时候不要急着开老，我个人建议是这样，因为这 CD 六而已，它亏得掉。一回合所有人都就给它兼具下去，哎，对，对，这个要消到哦，这个没消到，你就变尖了哈。喂，哎，呀，你，哎，三康博，三康博，哎，靠，哎，好像可以捡精华，操，三康博，三康博，问题现在我台面上连五连珠都没有哎。不瞄啊，不瞄啊，真的不瞄了。唉，有些时候要反应，反应是很重要的。有些时候真的真的跟各位讲，反应是很重要的。那个老虎傀儡，叮，难得一身好老虎，我在笑啥死哦？唔知在笑啥。四康博，平白线，你真的好意思转四康博吗？我真的好奇的问你，四康博，你这样好意思？你真的不怕死吗？啊？告诉海龙挖冰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不怕死啊！我跟你讲，想给吃石头了，好不？你干什么玩成这样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一定要开下去。啊，静一下，静一下。手感，手感，我需要一点手感。啊，鬼了！啊，少一根，哦，少，哦，应该有死吧？我尖哦，尖尖尖尖尖尖，咔啾！有，对不？嘿，三七笑你，没有，刚才那一吸是故意的啦，我只是把那个弄掉了。这时候我跟各位讲了，要好好的保留你的什么啊？啊，你的猪啊！
你的猪啊哈、哦，新猪啊，我改恐怖嘞，看。哎呦喂！哦哦哦，有有有有，虎康宝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安尼有啊哦，安尼有拓啊哦，有拓啊哦。干这只个我看有会好呢，我想一下。乖，空吸力是很重要的，跟各位报告，很重要，应该是不会太痛吧？这两缸应该不会啊，三缸应该是不会死啊哈、哦，痒痒的 ，OK OK， 我靠，我现在想消水柱哎，不能消，强化盾，我怎么觉得他还离很远，还要三回合，就这样慢慢撸过去的意思就对了。欸、水柱不要，不要升，耶、yeah, 哦呼呼呼，更新，错节啊！我这明明有圣龟啊，我看过应该是没戏 啊，不过还是，虽然你虽然说你看过，可是你总是会心脏会跳一下，这跟这是人性，应该是不会死嘛。哦，这个回合数可以算到这么精辟，我跟你讲。我平民百姓能讲我是第二个，无人敢讲第一是第一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人会算到这款样个，应该是妥妥了哦。等一下，暗水火木光，感觉有点危险，我已经发现到那个东西，又没血。强化盾是 CT 二嘛？应该是没问题啦。一波带走，第一关可以磨，可以磨，我开一下。欸、活转心墙，没有必要啊，对吧、啊？我靠，我学你没解放了我。开起来敢那无啥感觉。这队伍不平民，哎、欸，我平民百姓，我是三到五 combo 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第一次看我台哦，嗯，等一下，靠背啊，还有第九关呢、欸，但我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了、欸，真的，我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了，我是平民转租啊，这个时候你还在玩什么啊？你不要跟我讲说你玩那个啊，玩那个啊，那个，待会谁讲了什么队啊？史莱姆队的，又不是这样，那一队够品的吧？没关系，第一次看没关系，但是你只要看了一次，以后你就会忍不住一直看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画面上有脏脏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弄的、啊？你可以教我吗？那个脏脏的是怎么弄的？可以教我一下吗？你怎么把它弄脏脏的、啊？可不可以把它弄得更脏一点？哎呦，真的蛮好奇的。好，煎一下，煎一下，煎一下。看一下哦。过去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欸、应该写戏吧？哦，好好搞的。后面有涂鸦，怎么用？可以把它弄更脏吗？可以吗？妲己不平民，其实我是故意用妲己，因为我转租不好，不然正常是另外一个组队，我忘记是什么组合了，好像是把这一只哈、哦、换成魔翼，这次换成魔翼，我先跟各位教学，这次我好像换成魔翼、哦、然后这次是换成，这次换成魔翼啊、哦、然后这次换成玄霄 ，OK 啊、哦，了解，对呢，刚才唔对，一只是换魔翼，无唔对，啊水，我等下再看卖好，我等下再看吼、哦，糟糕，不能开永科诶。没关系，直接看。
百多万。啊，卡丁老师四combo哦，错解。哦，哦，我发现有四combo，我错解。啊，平民转租啊，有人规定袂当平民转租的，有人规定吧？因为我刚想留光珠啦，可是干有点靠背到。下一关爆发是我这关留光珠啊，主要是这样来的啦。再一次哦、喔，干这留光珠还不容易呢哈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光珠消掉。啊好，啊好，我光珠消掉。坚持30%，应该是可以过吧？来吧，一二三四五，干，好像不是很齐呢。过去，过去，斜转，啊，下面那个没有弄到，哦，六钢包，啊，为什么每局都可以玩这么刺激啊？来。靠，连点成四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告诉你哦，什么叫手动连点成四哦？看到没有？一颗都没有漏跳，我跟你讲，一颗都没有，78combo，23840分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O！ 因为他实在快，所以我要讲快。一颗都没有漏掉呢，这个有发抖，好像最后一颗漏掉是不是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看起来就是没有漏掉。对，看起来是没有漏掉。对，看起来，我看一下画面，最后那颗应该不算漏了，应该时间到了不能按了。对对对。